trees, your yellow leaves move me. Dancing roofs, your painted red shakes the room. I know nothing about it. I turned my thing. 是头顿算是头顿的一个海边的一个餐厅。它这一间算还蛮大间的，等一下你们下去可以参观。它这边整片的还蛮大间的，它光是员工就有上百人。好几百，好，走。他说这家餐厅，他每次来定位，他都会先打电话来说，比如说我们五位，餐厅会说不行哦，你不能定位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满了，因为他没有定位，他直接上到现场，然后店家就会问说你定位了吗？他就说哦，我有定位啊，然后他就说那你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阿和，我定了五位，然后餐厅查不到哦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朋友就会这样。就是皱眉头，然后很不爽，结果他们店员就哦，好好有，现在有位置，五位嘛，马上带你进来。这什么概念？是很扯。我想说，台湾定位不会这样，不知道啊。他说，可能因为你是五位，所以呢就会变，他就会这样。五位是太少的意思。没有，就多啊，算多啦、啊。对啊。因为他们座位其实一区大家都可以坐到八个，因为有八个以上的那种位。我们刚这个桌子是四个。对啊，不知道。那你刚沿路过来啊，我看这边啊，大概可以坐个上千的位置，有这么多、哦。这个要沾鱼露吃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！啊，它还蛮大颗的，对。扬州炒饭吗？它是算是这是大陆的吧？香港的扬州炒饭，在越南吃香港的扬州炒饭，应该是香港。香港的。味道不会很重，还 OK， 就是蛮清爽的、啊。听说很贵的凤螺，然后还有烤鱿鱼，能吃一个凤螺看看、嗯？你可以加，对啊，加这个是？对，加你看是要胡椒盐还是用这个绿的？好吃，加胡椒盐或加鱼露。对。那它本身其实味道没有那么重，所以你要加一点调味比较好吃。你要加什么都可以，加一点鱼露啊，什么糕来一点鱼露。好吃，因为台湾有时候烤鱿鱼啊，它就是软软的这样子，它把那个边边角角全部都烤恰恰的，还是好吃。你要当比利时啊？当比利时啊，你好。哇，半个脸，半个脸，哎、欸，好大哦。这样子啊，我们大概这样1.2公斤左右吧，台币大概要1300块，对，1200，不便宜。然后这个凤螺，1公斤，所以差不多是550。对，是半公斤哦，不是半斤哦。这一盘550，重点。然后这100多块台币，这是烤鱿鱼，哎、欸，烤鱿鱼好吃 ，CP 值超高。刚刚跟脸一样大的虾。大头虾就是酱，剥起来就是小小的。你都没有沾酱啊？就是原本。鲜吗？还有这个绿色的辣椒酱，然后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我这个马上去买这边的。嗯。还真的还蛮好吃的。味道怎么样？很鲜。这虾子，一般虾子。这上面是什么？焗烤吗？那个啊，我说那个什么，蒜。蒜。
蒸蒜。蒸蒜虾。好、哦、呢，他把那个旁边的。哇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重口味。重口味。螃蟹。为什么？心脏不会死是龙虾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变龙虾心中，你以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尝？那当然啦，意大利名字，意大利字。这什么梗不好笑？你太老了，观众太年轻，听不懂。等一下价钱好了，它这边是一公斤700块，然后我们这边是大概3公斤，2000英。看它这个螃蟹的脚多大？很大。Cheers， 干杯！不好意思哦。一次吃吗？一次吃哦。啊。滴下来了啦，牺牲了，牺牲了。这个超好吃哦！哇，好吃吗？满升天，是吗？螃蟹就是那个越南式的吸收，里面有加茶叶跟柠檬，哎，还蛮香的，有那个茶叶味。I know nothing about it. I turned my thinking on to make sure it's aligned with yours. I'm obviously doubtful. How could anyone?